再说你买啊，我给你嘞，你要的话我给你，我给你包邮。全军出击！反正我们已经获得过这份荣耀了，我决定把这份荣耀传给你，你要啊？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啊，超级 VIP 是一周啊。好吧，我以为永久的呢。噎死我了！哎呀，这鸡蛋给我噎的，没给我噎死！哎，看来不能一口一个鸡蛋呐。哎，你说你这个蜘蛛吧，你干个玩意儿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杀完人也就拉倒，你怎么还能敢在这儿吃河蟹呢，小伙子？嗯，有啊，蟹给它吃完，吃挺快呀，真是不给我面子呀，这蜘蛛啊！我有点生气了。搜一下 ，A E A A 再 A 搜，平 A 套点烟 W， 闪现 A 再 A 一个扣，还传送，哎呀，还爆了个针眼儿出来。等我起来的，咱俩这事儿没完，蜘蛛，啊，咱俩这事儿指定没完，我不可能饶了你，你俩怎么回事？你俩在干嘛？这么折磨人吗？哎呦，我二段 Q 一 W 就过来顶 A 接 Q 再 A 点接 Q 再点 E A 再 A， 哎呦，这是我没 A 出来，还是他回血了？
我刚最后一下平 A， 我以为他必死，然后我走神了，我突然之间走了一下神儿。哎，这人是真不怕死啊！我吃个饼干 ，A 接 Q。这波杀他，我跟你们说是更好的，比上一波杀要赚。不拆了，走吧。多兰剑加多兰盾。走啦，回家啦！来个耀光，再来个燃烧宝石吧。出门，对了，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，那个视频讲的是这个铁板鞋，你看他写的是即将到来的攻击伤害降低12%。他说了这个铁板鞋到底是降低什么什么的伤害，你比如说像 EJ 的 Q 他就不降低，猴的 Q 跟狗头人的 Q 他就降低。就是可以触发这个比如说炉灯这类东西的他就降低不了。谢谢自白的飞机儿。还有9秒大招啊。杀就杀他一波。后边可能有人啊。我们。他后边没有人啊。蜘蛛搁下路呢。直接开大招套点烟 WAQ 再转四药，哎，他是真能跑，他怎么跑这么快呀、啊、刚才把 EAQ 应该是死了呢，早点 EAQ 的话啊，但他跑得好快，我追不上一点。大招加移速了，这么的吧，我先把死刑出了。这波死的不太应该。我们家3-12，上波还没杀了这剑魔，他闪现了吧？他闪没闪？他是不是闪现了？他没闪怎么可能跟我拖距离呢？他闪了，他肯定闪现了。没事啊，不用着急，这把需要一个影魔刀。一会儿我们先把这线上给他打好。啊，他还出铁字鞭，挺好的。这种英雄上线就直接就杀，直接转 WAQ 再转。他只要不出那小反甲护甲还上线直接就杀。
没事，他抠空了 ，nice 650。来，不行啊，这蜘蛛装备有点好啊，这蜘蛛有点肥呀、啊，可不好办呢。我先把三项出了。有双倍亲密度卡吗？没有。我闪现没用啊，我这天坟。像这种蜘蛛就不闪了。也能拆呀、啊嗯、哎呦我长本事了，这是我不杀你你还跑下来塔线还打我是吧，那、哎、这行啊，塔没了没关系啊，塔拆完试试去帮帮队友，这蜘蛛杀他一波就行，1000块钱。这个塔一定要快点推，这波我们有大招，但是大招是100秒，吸地时间有点长，我这把非常想出水银海，有可能我会被控制，但是以现在的局势我们无法再出水银海、嗯、所以我们小魔抗加长剑外加一个吸地海，这样大招85秒一个，可以减少15秒吸地，15秒吸地可以让我直接做很多事儿。这波往下走，给我红，这蓝枪别死，好，蜘蛛在这儿，看看蜘蛛能不能杀啊，直接杀蜘蛛来 ，W 双 Q 再转起来杀 ADC。靠了，妈全是闪现，我打100个闪现出来。哎呦天哪！那蜘蛛还不是我的人头，还是女枪的人头。吃药啊，我刚都吃了一个药了，没用了，我再吃一个药没有用了，来有魔刀，这 AD 上波没杀了，关键泰坦死太快了，你别往那儿走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俩去也没用，你这玩意儿放上面有什么用？杀 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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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 没闪，这蜘蛛免费送没事，挺好，跟他们换来。这锤石不高，通杀呀，兄弟呀，这不通杀，这不全杀，我的天哪！血钻啊，这波，就是我这人头没有啊。
锤石都打出赏金来了呀。那发条伤害低到就是低到杀个锤石就那么点血都打不死，伤害太低了。算了，这人咋那么多呢？这怎么就进野区随便进呗？杀不了你。哎，免费赠送，给他杀 AD， 漂亮。那有蜘蛛，嗯，逗，简直是逗。中路又打起来了，漂亮啊！给我杀来，杀锤石，让我吃个经验就行。团灭了对面。记着点啊，下波 AD 的闪现跟蜘蛛的闪现全部会好，他们俩闪跟我闪是一样一块的。小月也用闪了，走回家，1450，把药卖了吧，把药卖了，出个大影魔刀，大影魔刀出完，有没有什么加血量装备？不要了，给他们这手。这都没法上。不好上，等一等啊，等一等，不着急。给我大！你们杀我！我大影魔刀，其实你们想杀就能杀。嗯，小龙来，给发条吧，这波可以推一个中塔，赶紧推一个中塔，对面人还没活呢，快快快快快，趁还没活赶紧把中塔推了，这中塔很重要，后撤啊，推完立刻后撤，不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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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了了，快走啊，刚打回来，不要刚打回来就送了。
不打了，快走！我跟你说，赶紧走。先杀皎月吧，再杀他蜘蛛。我大影魔刀，剩个破剑魔，哎，剩个破剑魔，把剑魔一杀就完事了。完了，剑魔双杀了。泰坦怎么死那么快呀？这泰坦，下件装备出点啥呢？加血量的装备太少了，血太少了，现在黑切吧，也就黑切能加点血了。AD 没闪，皎月有沙漏。来团，我们家就是打团战的。别杀皎月，来压他金身没用，白送了。跟我往里追，泰坦直接往里冲。我杀锤石了，打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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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剩个 ADC 了，没事。那泰坦不往里冲，泰坦就往里送呗。那对面都死一个了，就往里送。这时候这哎，这辅助就是送的，你知道吗？开个盾就往里冲，死就死了。死完以后技能全交他身上，我们直接游戏结束。对面不要怕死。我决定来个密银黎明，黎明，我爱黎明。这不是蟹手跟影魔刀只能触发一个的问题，是现在你出完影魔刀根本不让出蟹手，明白没？不让出，他直接告你了，你不能出。三杠十二让俺们给翻盘了，难受不？好，别被勾就行啊！别冲塔，别被勾。哎呦我擦！早不说要打，早说呀！我闪现上去，对面打出三个闪，我知道你有金身，但那又能有什么用呢？金身又能有什么用？哎呦我好勾，拿下了。